台吗？是要什么用啊？解忧传真机，立刻回复，仕途一帆风顺，如置之不理，鸟事缠身。嗯。你好，我是去年刚考上公务员的菜鸟，负责道路修复工程的采购发包。虽然工程大同小异，但一个案子就签一次，不加班根本做不完。我已经有3个月没跟女朋友约会了啊！是我动作太慢，还是这份工作本来就是这样？恋情岌岌可危的菜鸟。这种仓库摆了10年吐出来的东西，你们真的要理哦？是恶作剧吗？我要走了，农民一说今天不宜清点。问是谁把门锁起来了？门不会从里面锁起来好吗？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回复门才会开啊？好啊，那就办个开口契约就能解决啊。最好传过去，门就会开了。菜鸟你好，只要用开口契约就能解决，一次发包时做结算，免加班，天天都是约会日。俗话说得好，安太岁不如安太座，太岁只能保你一年，但太座却能保你一生。快去研究开口契约，拯救你的爱情。